小挑战给叔叔做迷你五谷凤爪、这是我在菜场上看到最大的鸡。此刻我手中奶茶的黑珍珠已经变成了佛珠，觉得残忍的朋友请跳过这一趴，用家里最小的刀开启这顿美食。好吧，我也觉得有点残忍，我们跳过直接给他去死皮吧，给他这样扯下来。哦，这只手也是一样操作，接着再给他做个美甲。得煮熟，哦，熟啦！给它捞出来，放拔拔凉的水里，冷静一会儿，兄弟。趁这个功夫，给自己煮一个大腿。选择一把家里最小的刀，就可以给它剔骨了。这个戴手套实在是太不好操作了，松动一下这个手掌，哎，这个小骨头就出来了。手指头上也开一刀，把关节上的骨头和皮分离，其他几根也进行这样的操作。实在是太费劲了，这是一个完整的爪爪，这一堆是它剔出来的骨头，这个 QQ 弹弹的就是五谷凤爪了。来，快闻闻我的大腿，香吧？来，快尝尝。你们想看我做100个迷你五谷凤爪吗？那就看你们的啦。关注菜可爱，每天都有新期待，拜。